难得放七天假，这次回家一定要好好放松。干嘛呀，爸？这几天村里婚庆高峰期，得避避风头。我好歹在城里上班，岂会给不起份子钱？拽拽鸡仔，你结婚，那我得表示表示。刘刘刘，走，今天必须得请你吃顿好的，都是老同学，别客气。大餐就是请我吃饲料，那别人吃什么？我吃西北风。我是你大表哥呀，俺今天结婚，我生儿子了，我就想缺你点钱。你们这么多人，我没带那么多钱啊。老板，你把我未来50年工资转给他们吧。你被开除了。来不及解释了，赶紧跑。站住。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把分子钱收回来，卫星发射。海陆空搜索突击。幸好逃出来了，锤星的习俗也太可怕了。切，还以为他们追来了。就是，怪兽哪有份子钱可怕？外星友人，欢迎来参加我儿子们的生日宴呀！